啊，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了滨海新区啊，房地产有机市场啊。这个乔老爷呢，这个房子呢，已经，第二套房子已经出售了。您谈谈，您是这次，你两套房子都一楼带院的房子，当时你多少钱买的房子？我呀，十二号院那个，十二号楼那个，就80多平的那个，4800买的，就是那套房整个是多少钱？38万吧，38万买的，对，后来是多少钱卖掉的？27万卖掉的，然后呢，就是最近我刚发的，发两天，这个你这是75平的这个房子，75.75，这房子是卖了多少钱？25万，卖了25万，我总觉得您这个房子这个自己定位定的价格有点低了，你是为什么要这么急的给他出手呢？我呀、冠心病，上支架十几年了，应该是12年，对，本来这很好的，这个地方好，对，我从来都不吃药，对，就因为去年我吹空调啊，把我受了风邪了，我这腿不能动了，哎呦，疼的我，半个多月不能动，像现在慢慢修好，这就养好了。对，心脏病也引起来了，就因为疼嘛，心脏病怕着急，那能不着急吗？对，哎呦，结果心脏病犯了以后啊，还不太好了。现在我每天啊要不吃，我早上第一件事吃玻璃维一片，吃一片玻璃维。完了要出去转圈了，因为这都摆完了，出去转圈再吃5粒这个救心丸。否则我都到不了小区门口。哦，这个程度，把药吃完以后，我就能慢慢转圈去了。哎，这样，所以啊，算了吧。家人呢，也来不了，孩子上班，家人呢，就我们老伴儿呢，还跟家里这帮着看孩子上学呀、接送啊，我一人跟着，家人都不放心。说句不好听，我自己也不放心了。我就为这个，干脆便宜也卖了。今年啊，是最低的。对。那人家都抄底来了。对呀、你看我这个视频，你这两个视频发上去以后呢，在无论是在今日头条、抖音，还是在这个西瓜这个好看视频，还有其他频道，都有好多人来问，也好多人有意向来买。但是因为我这个精力有限嘛，也那顾不上每个人都回应啊，真是向这个广大网友表示歉意啊。这个好在这个房子卖出去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房啊，但是他申请过啊，有没有大王给我宣传？哪里？因为中介公司啊不让我们两头见面啊，大王这一介绍呢来的人呢就是两头见面的、自个儿去谈，所以你们自己谈，对，哎呀，很快就处理掉了、啊、哪那么快啊，刚一发就卖了，就因为大王哪来你过奖人呢、人是叫人也不管的、你两个人去谈去，对，能不快吗？是不是、谢谢大家，恭喜你啊、这个房子终于卖了，这是卖了以后接着就要回北京了，那就以后就再来就都是旅居的，当旅行者了，旅行者了，旅游来了，这里得生活了多少年呀、总共是12年，我觉得你12年的话对银滩也是很有感情了吧，真是舍不得离开，舍不得离开，对，我看你，我刚才在这个休息厅的时候，我看了看您做的这个视频，你这粉丝也不少了，也5000-6000粉丝了，而且你的片子拍大海呀、拍一些周边的一些环境呀，不仅要讲，跟我一样讲，而且你肚里有货，讲着讲着呢，还要抒发一些对人生的一些感悟，还很有意境呢。因为岁数大啊，经历多了，经历多了，他那个感悟啊是经历过来的，经历过来的，对，不像我们的话，这个，这个肚里真没货。哎呀，客气了，真是。你给我看了你的片子，我完了，那个片子挺长的，那个片子，那个片子挺长的，我就整个看过来了，我觉得，网友评价也挺好，挺高，你那个自己讲的也好，就对着大海，对着浪花别墅，在那儿就是说，把你的人生体会感受都说出来了，也是就是说触景生情吧，是这样，对，以后，就是回北京以后还打算过来。旅游吗？那个恐怕就看情况了。我是身体。身体。根据我身体情况来决定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啊。对，反正恭喜你吧，今天成交了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两套房子终于啊，很快的都这个，都这是在滨海新区不动产啊，分中心这是啊。行吧，那这样，乔老爷啊。
大家网友对你还评价挺高，对，觉得你笑得非常非常开朗，很自如的那种笑。我跟你学一学。行，那小老爷，咱们见面到认识现在有多长时间了？有两个月了。有两个月了是吧？哦，其实你第二个片子我刚给你发，刚发两天啊、就成交了，对。就是有我说事太多，第二套房子给你推的晚了，拍的比较早，一直给你压的没给你发，是是是，也抱歉了啊，影响、哎、影响到你的进程了。哎呀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谢谢大大。好了，谢谢，好了，那这样，哎，好，嗯。